日前有媒体拍到吴亦凡载美女回家，二人在地库十指紧扣，疑似恋情曝光。随后有网友扒皮，疑似吴亦凡女友的身份，吴亦凡恋情的女主鲁伊·露娜随之曝光。8月30日，又有网友发现鲁伊·露娜6月份发的短视频里面，最后几秒出现了疑似吴亦凡的声音。视频中，女生先是清唱歌曲，紧接着一个疑似吴亦凡的男生发出了哇的感叹，不少粉丝在评论里纷纷认证，引得网友热议。